这就是你的命，你得认。什么女人不能狩猎？你明明技术一流，那就是最好的猎手。那又怎么样？如果你能从禁地出来，那还有谁敢拦你？10年前，我爸也去过那儿，他的死绝对不是意外。你是不是还要回去挖金子？我的事儿你不要管。 你有说的话会被惊吧？我只会这一次，凭什么认命？放心吧，我会帮你。有些事情不解决，没人能过得安稳。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，因为我相信你。为了找到真相。 拼了命也要去做。你们都是我的队友，我不能袖手旁观。机关在哪？我一定要保护好你。 之间可以软弱，可以求助，这才是伙伴的意义。等所有事情结束之后，都跟我后面进。放下！这世界很酷。